首歌。咋咋咋啊那木有。啊那鹿角。感谢订阅。六个月订阅。我发现现在树枝全部都是那个树傻了，查一下树傻的周回。树傻兰卡。不用卡兰卡，对啊，太难了。安拉奇迹实力障碍。我来试一下好了。这个是我原本的最常用的周回。饭用咚咚咚咚咚，才宝二，我没有，我才宝一而已。树上我也才宝一而已。哇，糖糖来了耶！所以奇迹实力才都知道糖糖哦，哇，糖糖这个，大家都在等七月七号吗？贝密户是七月七号吗？七夕情人节。所以我基本上我这样子的牌一定是可以，我这样牌一定是可以。
但如果我想要练，我想要练别的，好像是要改。台湾有收到十箱吗？优秀，太优秀！我才开140箱，我有啊。我这次刷的是还蛮认真的哦。我这次刷蛮认真的。是我，我一下要去办事哦。最近是不是很吵？不是，我觉得我的那个，我的 webcam 感觉都妖兽，这个什么是一千箱吗？1521次是一千箱吧？还是我美灯没拿出来？那我觉得我的这个感觉亮度都没有很高，正常。也昨天的确睡不是很好。水五脏不知道开得起来开不起来啊。哦，顺便练板。你知道我们树傻半都压着不练了 啊？真的、哦？不行、啊，我要把 B 书的半练起来啊 ！B 书半不够。没有，我等一下玩《艾尔登法环》了。我等一下玩《艾尔登法环》了，吓死我！正常发挥。国王选错嘞。没戏。水天幕府大屏風。魔剣剣聖何するものだ。我应该要换那个宝松那个，就是那个五脏皇宝松。我顺便进 DC 啊，难怪怎么就刚刚就在一直一个人在那边谁谁凉。松哥进 DC 啊。老的症状。
メズカンノンもご承諾あれ。いいわね。天照海を立つ。行くぞ。大剣士発見号大決戦。これが私の完了しました。想说看我怎么，虽然我大部分都在唱独角戏，初老的症状，哎、欸，差一点点呢，我就差一点点。所以我这样子攻击还是不行，扛不上去。这一关除外，都用泳装莉莉丝冲的很舒服。私の力が必要ならば全力で応答します。泳装莉莉丝好像没有练。運命をかけた戦いであれば、熱を帯びなさい。マルミアドワーズ。海を立つ。行くぞ。大剣士発見号大決戦。これが私の完了しました。早だけです。カルモリ。早だけです。カルモリ。いざ一世一代の大仕掛け。下がっているよ。ジュティ、ジュティ。水天幕府大丈夫。負け、決戦、何するものだ。该回去了，也是该回去。いつも下がるいい女。西山王。刚刚是不是呀？靠呀！光哥就来了，已经来很久了。
哎、欸，你有在打狩猎吗？感觉有点臭，所以没有打。啊，有点臭，什么意思？因为素材很臭。你这次总共刷几箱啊？嗯，401箱。靠，好可怕哦！你们这些人太扯了吧？还好吧。唐唐刷几箱？应该有100吧。谁？唐唐啊。唐唐啊，你要问他、啊。我怎么知道？当当刷几箱啊？这一个属于你的地方。好，那我先展示一下我的人权啊。都大家。你看，我连这张都没换，高举五星我都没换。太优秀了。对，我只刷了100箱。100箱换不下来吧？没有，我前面没有打，我都只是打刷箱，前面都没打。啊、我说什么？棋子上？啊？那个活动素材换一换了，换完了。换完了？哎、欸，对哦，刚忘记了。换一下，换一下。嗯，辅导症状。哒哒哒哒，不只是素材，你的箱子也没有开完啊。开完了吧？还是我没开完？还没啊？还是真的开完？开完了啦，真的开完了。开完了，开完了。那就好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中哥暑假真的是太无聊啦。每天都是对小朋友发脾气，干掉小朋友。Q 币换一换。是啥？是。我感觉我应该是要换牌子哎。牌子，这次升级很多都该用的用的差不多了。自己斟酌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他那个要，哦，差不多了。新生ダヴィンチちゃんの素敵な工房に。所以钟哥这次要开抽了吗？7月7号。7月7号，看情况吧。可是我有那个，我突然想不起来那只叫什么，反正那个色色的小熊，色色的小熊，色色的小熊，应该你说暴力熊哦、啊，厄里翁应该是不用管，对。呀，这个感觉真的是要狂舞上要保二嘞。哎呀！哎、欸，那有人说爱玩天地吗？有人玩换塔吗？有人玩过换塔吗？应该没有。鹿角来了。没有。
弄个安安。哒哒哒哒。哎，他超烈，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周回蓝，现在大家全部都换那个速杀了，没别的了。不然。所以是除了速杀以外还有什么？所以现在基本上都走速杀系统了吗？是这样吗？早就都速杀系统了吧？对啊。但我看的功课速杀系统，除了我目前这狂舞上是速杀系统是接抽离，抽离也可以，或是接那个什么？你要问的是有谁不可以？真的每个都可以吗？我要周回呢，是可以周回的。周回的一大堆都嘛可以，你要问的是谁不可以？有谁不可以吗？蓝卡队基本上都可以吗？但你的前提是高保吧？九吞，九吞，九吞后来也可以，是啊，嗯，九吞之后也可以，可是要多一只怪吧，就是要把关的，要换啦，不是要高保吗？伤害，对啊，尼洛也不行，尼洛可以啊。我是看这一篇啊，直接到第四句了。窗口太夸张了，十点还在那边赖我问问题。我跟他讲我不想接案子，他居然跟我讲说不要，我一定要接，一定要执行的案子，就是换塔那个窗口啊。太扯了吧，他们是压力也太大了吧。泥托就一张宝石冲啊，一个自冲啊，这两个蓝傻自冲不就三 T 了？泥托不行，泥托觉得他败笔就是及时后给上，先及时后给上，跟你一次。真弟兄，强化还没有，能冲浪的几乎直接带黑杯打333。所以我狂那个什么狂舞上我也可以。后天阿丑抽多少？我现在抽多少啊？有多少石头啊？我现在没有，我现在是21颗石头哎，34个碎片。你要的话就氪金了，氪半单。这一定是要氪金的吧？你半单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抽得到啊？你赌啊！11张护符啦，我现在是11张护符，然后连十抽都没有的。欸，可以有十抽啦。50天快到了吗？50天有什么？おや、何か物入りかな？神は細部に宿る。たとえ認識されなくてもね。細かな作業こそ正義に幸運があります。妈的，你现在换一换，你后自备后是不是直接就不小心把它弄掉了？哎，没有哎，我现在还有才差四颗石头，每50天有30个石头。
登入天数。点位加级。来换一下黑杯吗？哎，干我黑杯呢？压掉了，压掉了。嘿嘿，压掉了。嘿嘿，压掉了。哎，干我黑杯不见了嘞！压掉了啦。我黑杯是真的不见了，怎么回事？哦，哦，抽不到了，抽不到了。我黑杯真的不见了。你放在灵机保管室里面。波利开始找黑杯。看我黑杯是真的。找到是解除之后还是找不到。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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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刚我想说，怎么可能把黑杯压掉？黑杯压到我直接三 gain， 有病啊！我说干，我黑杯删掉，我直接三 gain， 游戏删掉。你没有删的必要啊，反正你本来就不是。不是三 g a 直接撞豆腐，没看过那么夸张的。哼，我赌阿丑这关会翻车，我也觉得会。翻豆翻，也不是啊，这关不行。撤退！哎呀，九十级啊，在冲啊，你在浪啊，你继续浪啊，你在三三三啊，好爽哦！哦，黑杯可以冲哎、欸，好爽哦！妈的，我的 AP 消失啊，四十点 AP 消失，直接凌晨逃脱，翻大了，这不翻了、啊，也、欸、不是啊，哦、好爽哦！我跟你讲。当我要翻车，或是当我退出的时候，我人数就会激增到十几人，怎么一回事？我开台，我刚开台，开台前25分钟，四个人这样子，松哥入脚。看阿丑翻车是最爽的。不用啊，地面传 NPF 星光卡哎、欸。他忍不住了，他没有耐心存 NP 了。真的，关你西元多少年了？他才不会去存。我们先做一下功课，比较快一点、啊、功课，你要功课了吗？啊，冲田总司，你要把它功课了吗？也是啊，存到大概翻车了。钢铁，哎、欸，所以松哥，你抽乙仗是为了要准备接下来的活动吗？简单说，我好像太早抽。我想说，你怎么突然狂抽猛抽，狂抽送，很大力，松哥！妈的，你是在讲啥笑？松哥是为了硬币吧？啊，硬币什么东西？硬币是后来时装的东西、啊。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有那个六个技能可以点，他也不知道可以涂到120的。我不知道，哎、欸，我知道可以到120，但我不知道硬币，就是那个技能那个东西，是真的不知道。不用在意，不知道很正常。因为你就算知道，你也不能干嘛。对，无法氪金的痛苦。无法氪金的痛苦。阿头，你把你的角色栏打开，然后按那个半筛选。编制吗？还是你记忆的？编
灵机一来。嗯。然后嘞？然后那个旁获得啦，嗯，获得顺序那里啦。嗯。羁绊？什么？获得顺序那里啦。哦，羁绊吗？对。羁绊。我现在半死只有一二三四五六五个半死而已。他这样子要开技能跟练等级，我看真困难哦。得得得得。他一二三四五六六，啊没有一二三四五只而已哦。阿丑你怎么那么烂？干嘛马上被宋哥呛？阿丑你好烂，我就烂。没事没事，这小问题小问题。宋哥的看家宝刀，阿丑你好烂。宋哥一讲真的有破坏力，真的。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宋哥的嘴巴里面讲出来，我就特别不知道该怎么去反击跟反驳。没事。被干，你有公真，你为什么不用公真？你公真也可以浪啊。公真起不来吧？公真起来吗？你不是说你要那个？我公真保一耶，我不如还公傻比较好啊。公傻好像保二吧？公傻单体啊，你这个低能儿。公真可是公真保一可用吗？现在有两只树傻站在那里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去打血线太高的33叉都 OK 啦。欸，我这次是還好歹是有练一些等级耶，我终于有把一些地心脚练下来。哇，好厉害哦！我终于有把一些地心脚练起来了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哦，啊，你的伊阿宋练起来了吗？伊阿宋练起来了，哎，没有，我练等级练满了，技能没有练。你知道伊阿宋可以冲浪吗？伊阿宋可以冲浪哦，他可以冲浪吗？你看，伊阿宋可以冲浪哦，这么可以啊？自身 A 卡指令提升三回合。对敌方群体发动强大的攻击。那种押送宝具我还没看过啊。你去找三支那个枪支的血性不要太高，你不要去选那个好几万的。噔噔噔，你去浪浪看。他可以自冲哦。他没有自冲啊。但他还是得靠速杀吧，靠速杀去叠上去，对。那是靠速杀啊。除自身以外，我方全体。可是伊阿宋的那个强化关卡我还没有打，他应该也是在打完吧？不是很重要。是哦。嗯。欸，不过你们暑假应该没什么感觉吧？什么感觉？没有那种就是画的甜甜啊？嗯，什么？宋哥怎么刚骂了一个妈的甜甜？对啊，甜甜都要上班，暑假是有差你。我现在小朋友暑假第一周，我已经快要炸裂了。干，每天都在家里吵架，开心啊！每天都在家里吵架。为什么啊？小朋友就会吵啊，会自带互相嘲讽吧。然后是不是你不过瘾啊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小时候我跟我弟也是吵来吵去啊。你现在跟你弟还会吵吗？长大后才会懂。现在不会了。现在不会了，直接拳头来拳头去不吵了，好吗？谁跟你拳头来拳头去？欸，所以你狼牙棒论来论去，不是松哥，所以你弟现在是
去住外面还是住在一起啊？他在台中工作，然后休假的时候才、哦、有时候才会回来，不一定每次回来。嗯，一个月差不多两次左右吧。哦，那还蛮常回来的、啊，还蛮常回来回家的、啊。一个月两次哎、欸。对啊，算蛮常回家的。还好吧。两个礼拜回来一次，还算蛮多的吧？算蛮多的吧？对啊。我可是一年，有时候两三个礼拜，一个月才回来一次这样子。我是一年只回去宜兰一两次那种的。是哦。过年那我觉得你要好好珍惜跟你爸妈相处的时间。我都是属于自身难保的那一种。我每次都要带。我是真的觉得你跟爸妈生活的时间只会越来越少。哦，松哥突然有感而发。有啦，他们会比较常上来，因为其实他比起来他们比较好移动，我比较难移动而已。松哥怎么突然有种感慨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有啊，还是因为看了朱丽姬。我算是我阿姨的我姨丈啊，嗯，他几年前才过世而已 啊什么？几天前？几年前？还是耳包哦？哦，我想说几天前，吓死！几年前过世，突然吗？还是是癌症？是癌症。总之就是惨了，惨了！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说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人到了一定年纪。干，不要再牵拖了。会真的觉得那个啊，臭打狩猎吗？我打了，但是我打到最后一关之后，我马上临阵脱逃，我直接抖了，唰塞，直接退出。太菜啦！所以等一下应该会开艾尔登法环这样子。你看，又在逃了，好逼。噔噔噔。然后我先跟大家讲，我七月八号有玩《艾尔登法环》。所以七月八号我会很白天就会开台。哦，这样我都没在打，没好货，不如打悠悠果实。后面就是有悠悠果实。不过我们这边应该都新素材啊，简单讲就是新素材。我们这边应该没人要玩爱破爱神吧？小刘，爱免费的爱破爱神暴雪。暗黑破坏神的好臭，晚上继续打暗黑吗？对，没有，我先看我对这个游戏的忍受度高不高。他有电脑，他有手机，所以你可以放心，他是跨平台的。有跨到手机这一点，应该我觉得可以不用期待了。手机、电脑都要小刘，所以你没有电脑没关系，你可以玩。是不是厂商要求？嗯，是介绍个好游戏给大家，好吧？不是厂商要求。红色像樱桃，红色像樱桃的第二部五章的东西，没关系。我蛋蛋这次刷箱强化完之后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金蛋啥都没有。谁是蛋蛋啊？水牛，你什么？今年是五倍怠惰的水牛，虎烂啊！水牛什么时候改 ID 名称的？最好是五改的，改都没有在注意人家。好久了，到最好是五倍怠惰。哦，水牛如果是五倍怠惰，那我这边就是五倍光速怠惰的阿丑。你没有没有光速，没有光速，没有光速怠惰，被孩子凌虐的阿丑才对。这边是日常发挥的阿丑。不是，我刚刚看到那个，哦，单一只13万的，那只13万滴血吧 ？T 1有波，不是很轻松的事情。有波，哒哒，好了，去上厕所，天天玩艾尔登法环了。你看，在逃避。嗯，没有在逃避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其实艾尔登法环，我到现在也还没有破台。AP 号玩啊，
正常 AP 消耗这样子。欸，我这次真的是认真在刷香欸，我觉得我从来这辈子没有这么认真刷香。哦，你在我面前说认真，我这辈子真的是认真。哦，好厉害哦！哦，你在我面前说认真，哦，他妈的，我跟我自己比好不好？我不跟你们这些，我每天也是上古神兽、啊，哦，我不跟你们这些上古神兽比，上古神兽干。下次圣诞，圣诞约200啊！认真说一下，为啥上帝帮不完？今天很强势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对大佬我都不敢呛的。我也笑烂了。我最休闲。你的休闲也比他多啊，小刘，刘董，刘董。你不要再洗牙丑脸啦！这边真的可以跟我比的应该是谁啊？没有人吧？我应该最云吧？你说往下面比吗？就往下面比，应该我最云吧？我很多。没有没有哦，你要往下面比可多了。不是，就我认识，就是我在聊天室，我们曾经聊过的。对对对对对。谁逼我休闲？你最没有资格说这句话了。我跟你讲，没有资格说最休闲的，或是弃坑的第一名是主角。阿板真的超休闲，阿板这真的超休闲，他超有资格讲的。哎、欸，但是他第一个礼拜就不休闲了。第二个，不是啊 ，GPF 战场啊，战场又开始了吗？不是一直都是在战场吗？超香在一起过了啊，过了吗？早就过了啊！松哥，所以那时候有跟阿板一起那个吗？一起战场吗？当然啊，古战场的，然后 FGO 也打、啊。你说什么？对啊，你看大家都这么。阿板这次，我跟你讲、啊，我目前看到刷箱刷最多是鹿角了，鹿角1000多箱，我目前看到最多是他。东哥也超多。东哥没来我，东哥401而已，最多应该是鹿角，然后忘记上次是谁讲我刷800多箱，也是跟鬼一样。阿本，哎、欸，不是，阿本应该超过800了，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到你这么夸张。上次我700多了，也还是800忘记了。然后洗澡这次忘记是600是400，是很猛。就这，可是刷箱活动是不是越来越少啊？我总感觉好像那个没有，圣诞还会有啊，就圣诞还会有一次啊，就一年两三次，两次，就两次啊，固定啊，很固定啊。嗯，老君娘娘，等下换来等法环了。嗯，你又没有差。去尿去尿。再憋下去就射户线肿大，我听到他滴滴答答的声音了。假老弟丢黑，哇，完了！哩哩稀哩哗啦哗啦，不最近阿丑那么忙啊，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比较放松呢、啊？没有，但他是完蛋的，没戏，好可怜哦，阿丑，好可怜哦。
干，去太久了吧？难不成真的掏不出来？应该不是，应该是跌到粪坑里面了。要靠腰，他们家粪坑怎么那么大个？我们只是猜测嘛，用低的会比较久，对呀、啊。那掏出来可能哦，没有 feel， 就用力用到前面站了两三分钟，用力用到整个脸都红了，还没出来，太惨了，太难过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非常对。啊，回来了！差点去帮你拿葱来通尿道啊。第一比较久，没有，我刚刚出去还是跟我老婆聊天一下，是要顾一下老婆的心情。我差点去拿葱帮你通马眼。啊，通马眼是怎样？是什么东西？很久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。哎、欸，说真的，哎、欸，你说，鹿角，你到底是种什么植物啊？你到底是种什么农作物？我怎么跟你讲嘞？是不是一般人会用到的？还是这没有？没有。是不是硬壳类的？不是。就算是我也不会跟你讲啦，干不用猜的啦，你猜不出来的啦。所以它可以吃，也可以用。通常是拿来用啦，不太会有人拿来直接吃啊。你茶叶会去买来，然后就直接啃吗？就是要需要加工的，对。通常是要加工。来喽，哎，我大走着，别哦。我已经是已知被认证啊！哎、欸，所以这次请问双语也结束刷箱的活动了吗？他早就结束了，早就结束了，早就投入赛马的怀抱了。哦，是哦，早就结束，只是说结束是结束 FGO 这个游戏就对了。马良不错啦，马良这周今天正式登上台湾区付费手游第一名。今天上礼拜抽成那样，然后这个节目、哦、还不错，这礼拜就变很香了。上礼拜抽到爆，然后 官方狂送猛送又回来了，重登宝座。今天我上次好像不是这样说啊。我说哦，没有啊，他我依然是不会玩这个游戏啊。我是说他上周是真的不行了、啊。上礼拜已经是上礼拜的事情了，这礼拜该磕一样的磕。马良真可怕，我只负责笑就好了。所以你对马良完全没感觉吗？阿雷嘎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啊。可是你也没有玩日版，对，鹿角你也没有玩日版啊？你是人家他妈的跟我讲话、啊？对啊对啊对啊，我说你马良你也没玩日版吧？可是你完全我怎么可能玩？但是你完全无感，不是？我不是针对马良，我本来就不太玩手游、嗯、哦。对，除了 FGO 以外，其他基本上你不玩，就本来就很少。所以松哥，你有尝试玩马娘吗？我正在玩啊，你是在讲啥笑？松哥，哎、欸，松哥很猛哎、欸，你 FGO， 然后 GBF， 然后现在马娘，真的很猛哎、欸。还好吧。所以松哥，你的所以你那个马娘，你
开局你是就是洗资源卡，洗资源卡洗比较久而已。阿少，你今天可以开晚一点的吧？没有，我今天一直开一下下，各开半小时。干笨呢、欸？等一下要再开。你什么时候开始重回自由？我们其实这周我们这周公司其实放暑假放一个礼拜，可是那是美国公司，然后我等一下得跟其他国家的同事开会。干分呢、欸？啊，美国公司就平常都叫你们晚上开会啊，放假都不找你们。有，他说你们可以放假，可是问题是我们案子是这周就开始跑了，所以没有那么爽。所以很等于没有假放。对对对对。这要怪谁？我觉得跨国企业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他们美国一定是像为什么他们会放假，是因为这周刚好是美国独立纪念日。这周，美国独立纪念日吗？昨天吗？是7月4号。对，不是很 care， 因为毕竟不是我的国家的东西，是洋人的节日。也没有洋人啊，但就他们国家的东西而已啊。番人的国家节日，米国人，好吧？那你一定不过圣诞节。圣诞节是商业节日。商业节日，好、哦。但那个不一样。所以你就是说，不过复活节不过。好，你就说我过行宪纪念日，但我不过圣诞节。没有啊，就啊，他们商人有活动，我就去弄嘛。反正我本来就不过了。那你有过吗？你说真的，你有过吗？你有说哦，那天哦，我们公司放假，我要去吃火鸡餐，我要跟家人群聚，我要交换礼物，感觉吗？群聚听起来很可怕，靠腰。对啊，就是那个交叉感染一下。对对对，哎、欸，说、欸、哎，等一下，我先问聊天室跟在迪士尼里面的有谁确诊过了？大家都还没确诊，有人确诊过了。感谢阿头威能。我也没有啊。没有。没。都没有人确诊过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一群小，我不知道立夫那个。我们这群小圈圈没有人确诊，包含就是对，就觉得蛮神奇的。那你我比较想问的是，阿丑为什么一直要跳这里？啊？他想要走那个吧？松哥，你不知道这边跳墙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这个翻墙吗？我一直在跟深渊沟通啊。警告，你们的祖先并没有跳下去。哦，就是快速破关的那个吗？没有没有，他不是快速破关，他是快速拿卢恩，一次12万卢恩。哦，这样跳就可以拿12万。对，这样跳一次，所以我跟你聊，这样60秒就拿12万。哦，好厉害哦！你现在等级多少啊？很久，今天有开，可是忘记看等级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觉得这个画面真的超级可怕吗？为什么？我们一直在虚空之中跟深渊在那边挥空刀、欸，哎，你知道《来自深渊》第二季要播了吗？我知道啊。啊，对啊。那感觉画面都还蛮正常的，目前看起来还没有掉线质的画面出来，应该快了啦。松哥，你们看到一次12万，超级多。好多、哦，
你有更多的那个位置吗？我很久没有摸这一款了，也是有点陌生了。哇哦！不过没关系啊，你有马娘，我有马娘，只是我这个马娘一直死而已。我也是在骑马，我也才练没几次啊。所以你开局你是中哪两张？啊？你开局是有 SSR 有抽吗？SSR 就直接角色直接拿零度啊，你没有先抽卡号、啊、当然有先洗手抽，都是洗那个资源卡啦，谁在跟你刷他马名？我知道，所以你是绿恶魔跟那个跟大奶港这两个都有、哦，还是没有？你是别张？原来绿恶魔就是零度啊，是吗？不是啦，绿恶魔是那个管理者啊，就是你在抽卡的时候那个穿绿色衣服制服的那个管理者。哦，应该是没有吧。所以松哥献血王朝你打了吗？献血王朝，嗯，王打不过啊。但你白面具打了吗？什么？白面具打了吗？这边的白面具。白面具哪边了？你网络有延，时光画面有延迟啊，我不知道。哦，你讲的白面具是哪边的白面具？就是一开始啊，一开始出山洞那个白面具，跟你讲话的白那个白面具啊，什么雷的？哥的还是死的忘记了，老实讲没有印象，我脱离太久了。所以现在看完这个画面完全 没印象了。有啦，但还是有印象啊，就最常射鸟的点而已啊。欸，那你很厉害哦。那你现在要不要开游戏？老子不要，等一下我也要睡。你先开游戏啊，我跟你讲什么？但你知道我怎么跳吧？好了，开一下好了，反正 PS4 开一下就好，暖机一下。反正萤幕就在旁边而已。松哥，所以你有玩《魔物猎人》的吗？没有。我的前同事们现在全部都在疯狂《魔物猎人》（Sunbreak）。何必？我自己就玩那个《魔物猎人》，感觉太浓了。光。我也觉得很浓哎、欸。为什么这些人乐此不疲啊？有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吗？就是为什么这么浓的？这么浓的游戏，当然会玩成这样。太好了，先连一下网络。欸，不用连，不用连，你应该更新吧？还要下载更新？哇，那也很久没开了。对啊，没关系，我。不更新，直接进入游戏就好。可以这样子吗？可以啊 ，PS4 可以啊。刚在玩的时候，连软件都还没有 ，PS4 这个软件都还没有更新，就可以玩的嘞。软件更新其实比较影响网络的功能而已，如果你不用是没什么差。
所以洗澡把牛圈关掉好，明天再玩。啊？你终于关掉了？我说马娘啊，刚刚我还在看马娘。对啊，你先学这个吧，我觉得这个蛮实用的、啊，等级可以很快就提升嘞、欸，而且不花很多时间，只是觉得做这动作蛮像克苏鲁的行为的，奇怪的宗教仪式，不断的自杀。刚做完手才做复健，也、欸、真的很快、欸。挥手挥刀，正式51啦，智力。你看我跟你105的，哦。你105的，我是说你呀、啊嗯。对啊，你才105。你现在你几点了？我看一下状态，我112等。哦，差不多啦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昨天，你知道我昨天玩的时候，我才好像70几等而已吧。我真的半小时左右我就盯到快100等了。是啊，而且我现在跟你讲一下话，10分钟左右我就已经那个已经破百了。我也来跳看看。你先移动到蒙哥的鲜血王朝。对啊，我正在用。你就顺着石板跳这样子。我已经忘记怎么上了。上马吗？那宋哥应该跟我昨天一样，我昨天也是花一段时间才知道怎么上马跟快捷键。其实刚刚看你的动作，就大概知道是在哪边。但重点是记得往崖下跳要两段跳，不能单段，就是自然一下要两段跳。然后跳下去之后一直不断的挥，可是你挥可以不用一直按，你可以就是大概3到5秒挥一次就可以。嗯，一定要挥，不挥就死掉。然后挥到。它有炉温，显示你拿到炉温之后，你就直接按大地图，然后回到那个就是做火的地方。哇，过105级之后，那个智力升级，跳一次只能升一级而已。那宋哥，你跳到干啥？我不知道你这样子。划不划算？那这边升级，你跳上去吗？我还在试。它有一个角度是要往外跳，然后再往右边跳。哦。这胭脂上面有一大堆鲜血，真的是觉得很恶心。还好，阿丑没粪金龟比较亏。哎，那我现在可以打粪金龟了吧？还是我现在去拿粪金龟？
但金龟我好像我已经拿到了，我都可以拿到的样子。还是我现在去拿分金龟？分金龟我已经拿到。对啊，因为好像差。我还卡在那个阿丑说要二段跳的。二段跳。往外跳，再往前跳。哦，慢慢来，我那个练习啊，那个练习一下就可以了。就记得要往右边，往那个石板那个地方，你要稍微往外面一点点跳，这样。还是我现在去打粪金龟啊，打完就关台，很多时间。嗯。你是几点要开会？我现在11:03。我12点，所以分金龟应该。12点，那还可以的。分金龟可以吗？分金龟半小时达到吗？我现在这强度。看你对路熟不熟而已。不是，我那时候应该算等级压制，所以。好，嗯，那我去吃个药。洗澡还是谁对粪金龟有印象的？没有的话，我就要先做功课。松哥，你跳上去了吗？还在试？我还在试。他就是稍微要往外面一点点，再往右边跳。就是你往左边跳，再往右边跳，不是往外跳，再往右边跳，这样。我是试了大约10分钟才试出来的，你应该比我快。看一下粪金龟怎么打。松哥跳成功了吗？哎，这是嗯，掉下来了。关一下，试完就会很爽。很爽，我是觉得还好，因为我现在升等需要70000，升等70000差不多啊，他掉一次120000哎、欸，如果你顺的话，你大概可以30秒就可以跳到崖区，然后等，应该是1分钟左右，你就可以拿一个120000的鲁恩。粪金龟，你标题要改一下吗？粪金龟攻略，等一下哦，标题改一下哦，我把分类改一下哦。不然我会觉得你又在蹭。哦。Elden Ring， 麻烦。改了改了，你重整一下，应该改好了。
感觉这边要狂死，狂死，猛死。好，开走。吓死了。是的。我那狭缝呢过不去。狭缝吗？往右过不去了。狭缝，狭缝就是你要贴着山壁，你不用两段跳。狭缝的话就是有时候你一段跳就可以了。
哇！没有招、哦。有、啊、有招有招。应该是天中招啊。对，哎、欸，他为什么会慢慢回血啊？啊，老哥，欸、他有两只哎。是啊。三，亚伦凯丹，穆提恩，四四，为什么不能？为什么不能用啊 ？A P，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啊。哦呦，一三一可以啊。飞蛇毒箭，我想买 PC 版再打一次。你的电脑等级应该是玩这个很舒服的、啊。玩 PS4 的话，可能会有多少有一点的一个。我会这样子哦。多少一点点啊？PS5 那应该哦，那 PS5 还是比较好一点。哎，哇塞，真痛！这个地方跳，我跳了好久。有成功了吗？有了。所以你有吸到吗？可是因为我现在是。离线状态玩的，所以我不知道点在哪。哦，再跳上来就看得到那个点。嗯。好像找到了。
飞干。然后我摔死了，看，我还没有攻击到，要攻击吧，要跳跳打，一击，穿伤，阿周没有招那个吗？招什么？仿生吗？对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用仿生。原来我还没应该什么，我还没有打到仿生呢、啊。超过拒绝降级，我觉得 PS5 的是仿生还是其他的都可以啊。嗯。超过距就立刻降低解析度。头撞我、啊！跑到点，而且有跳上去，恭喜恭喜！来休息，来休息吧。恭喜松哥！所以你有打到吗？所以你有拿到卢恩吗？嗯，等连线。更新好再说吧。嗯，最近3080十二 G 才20000，草离原理的变稀疏草的意思。低难你这个分金龟，手机可以直接传到家里的电脑直播 ，Video 音讲 ，OBS 负责收就可以。我好像也看过有人这样弄过。
但是 SRT 就是你必须家里还是得开一个讯号去收，这样。只是工具不同。你找到那个攻击15枚技术吗？真的假的？晚一点来研究一下好了，明天早上研究一下。点两下就成功了，好扯。关台了。所以老哥，你现在。这很赚，没有，我只想要看奋进归多那20%的那个做法是多少。有戴帽子吗？这个还可以另外戴帽子是不是？有带护符就好了。有带护符就好。不过刚刚那个分金龟真的要100等嘞，100等就是等级压制吧。嗯。感觉好像没有差太多，没有落差太多哎，从120000变400000，20%吗？差不多。还是可以啃东西，就是。我还是会，还是不是很顺。先往外跳，再往旁边跳，这样子，这样。所以宋哥更新完了没有？不懂。所以老哥，你现在是等级多少了？你现在等级多少了？你从到第二轮等级应该至少200了吧？但是老哥，我记得不是你不是法师流派的，然后双刀流。
样是还蛮舒服的、啊，有粪金龟，有草、哦，宋哥。四家，我自己加六十就继续往下走了。中里宋哥成功了吗？我现在在下载，下载更新。你这个版本更新也太久了吧？在用了，有跳上去过了，所以我就懒得再试了。所以宋哥，你那个什么仿生泪滴，你拿到了吗？早就拿到了。那你现仿生泪滴是必拿的吗？要解拉尼任务的时候。所以你火山关底你也打了。山关底。火山关底。
应该有吧，反正我都已经到冰雪原了。嗯。哦。哦。美股下杀快700点，哇，好惨啊！血流成河。凶，是不是有点秒杀、欸？哦，我来困惑吧。美国爸爸改压三星的吧？好了，我来说个。金凝血，无忧。台巨巨不是380吗？
这边白金之石为什么都会长这样子啊？我洗澡，我跟你讲，还是分段、分批进场比较好，不要一次 all in。分批进场比较好。采集月光很久，
准备关台了，准备关台了，完了，洗澡。完了，大家，关了，关了，打完了，真好玩，艾尔登法环真的棒，没话说，最高です。